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须弥顶上记赞品》第十四。经文第七段，西南方智慧菩萨记诵，也是第七首，从第七首看起。若僧如是想，此佛此罪深，颠倒非实义，不能见真觉。在这首偈里面，我们学习了清凉大师的俗抄，讲执着有三个意思啊，我们学到第二，三生等相忘。华严经上常常讲啊，如来实身，前面我们学习到微识身、意生身，今天呢接着我们看第八，福德身。如来福德具足，犹如大海无不涵容，普施法界一切众生，名福德身。大乘教里面称如来，都是从自性上说啊，从本性上说呢称如来，从形象上说就称佛陀啊。所以我们常常看到经里面有两种称呼啊，《金刚经》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有时候称佛，有时候称如来啊，这个名号不一样，意思就不相同啊。凡是从形象上、四象上来讲呢，都称为佛；从体性上、性德上来讲呢，都称如来。啊，如来福德具足，这一句话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他老人家讲到：“何其自信，本自具足。”这一句话里头就包含着佛的啊，本自具足是圆满的具足，具足智慧，具足德能，具足相好。德能跟相好就是此地所讲的福德，福德身。
我们在《华严经》里面已经学习了将近4000个小时了，对于自信啊，多少都有一些概念。自信是宇宙万有的本体，也就是能生、能现、能变的离体。而是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所共有的，不是说哪一个有啊，哪一个没有啊，或者是佛有、菩萨有、众生没有啊，不是这个意思。佛有、菩萨有、九法界众生个个都有啊，这里面当然包括了畜生、恶鬼、地狱啊，他怎么会没有呢？那么既然有，为什么九法界里头众生呢有这么大的差别？这个道理、事实真相，佛在这一部大经里面呢，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尤其是《出现品》里面，佛告诉我们，他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德相是福德了。”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你看这个差别的现象呢，世尊一语道破啊，而是九法界众生，他有分别，他有执着，这样才造成了差别的现象。假如没有妄想分别执着，那就是诸佛如来。经上所讲的佛佛道同，完全没有差别。诸佛如来的相都完全相同啊，圆满的啊，没有丝毫欠缺啊。菩萨就大同小异啊，为什么呢？菩萨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啊，各个菩萨习气并不相等啊，所以他的现象呢也就不一样啊，我们凡夫看不出来啊。为什么呢？这个相好太微细了，我们的粗心大意也不容易发现啊，谁能看出来呢？诸佛如来能看出来啊，诸佛如来
证得的是大圆满，一丝毫欠缺他都知道。啊，化身菩萨以下差别就大了，啊，特别是到欲界天以下，啊，为什么？他有欲望，欲望不是好东西啊，欲望是严重的烦恼啊，啊，烦恼必定加上习气。啊，所以的差别就大了。啊，我们看古人绘画的诸天变相图。啊，你看他画色界天，哎，那个相貌几乎都很圆满。啊，我们就不容易看到他的差别。啊，欲界天呢，那就不一样。差别就很大了。啊，现前我们在这个世界，啊，你细心观察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孔，每一个人的形态，个个不相同。啊，为什么呢？每个人的欲望习气啊，贪嗔痴慢成分不相等啊。啊，道理就在此地。那么自性本具的福德，这叫福德具足啊。啊，具足两个字就是丝毫欠缺都没有。啊，应有尽有。在哪里呢？我们六根所接触的。无疑不是啊！啊，眼见、耳闻的、鼻嗅的、舌尝的、啊，身处的、意知的、色声香味触法，遍法界、虚空界，啊，全是自性。显示的福德相，所以经典上讲的，犹如大海，无不堪容。啊，普世法界一切众生，啊，一切众生。共同享受啊！啊，这个里面有人事的环境，有物质的环境，如佛经上所说，设法界一真庄严，无非是如来福德身。啊，那我们称这个如来是法身如来。啊，供养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
这个里面最重要的一桩事情，我们不能不知道。大乘经教里面佛常说，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说真的呢，真的只有一真法界。我们学佛的人都知道佛经上常讲的四土。十宝庄严土是真的，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土，这两种合起来就是十法界。是虚妄的，不是真实的。虽然是虚妄，真妄不二了。这个道理要懂啊！事实真相要晓得，真妄不二啊！真在妄里面，妄在真里面。它是一不是二，那为什么有真妄呢？迷悟不同，觉悟了啊，这个现象就是真的；迷了啊，它就是妄的。换一句话说，境界上根本就没有真妄。而是我们迷悟啊，把境界这个形象改变了。这就是讲的相随心转。境随心转境界，物质境界、人事境界都随心转。物质现象、人事现象都是从心想生。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再也不怪人了。为什么呢？自己转的，自己受用，就是自作自受啊。与人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与佛菩萨没有关系。与天地鬼神没关系，这才叫事实真相，与我们起心动念有密切关系。起心动念里面有染净，心清净呢，就心净了。清净法界，心染污呢，就心秽土。心地善良呢，就现三善道；心地不善呢，就现三恶道。你看，它的外道境界随着人心在变啊，随谁的心呢？随我自己的心，是我变的，我受用的。这个要知道。你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自然就不会怨天尤人。你就明白了，觉悟了，还怨天尤人，老天爷对不起我，我这么样好，为什么还受这么多罪？这是糊涂人说的话。这个说这个话的人不是明白人，真的是自作自受啊。佛教导我们
离苦得乐，真的吗？真能离苦吗？真能得乐吗？这种是真的，一点都不假。问题就是你信不信？这个信心重要，信为道源，功德母。对佛生起信心。我们常常听到那对佛的相信真的虔诚啊，见到佛像就拜啊。在佛像面前忏悔啊，痛哭流涕啊，他信吗？给住的不信。为什么呢？那是迷信。不是真心，真心什么是佛？佛像不是佛，释迦牟尼佛住世那个身体也不是佛，什么是佛呢？你自己的自信是真佛，你看。哪一个人能想信自信呢？信自信呢，才是信真佛了。你真的把佛找到了，找到什么？你自己是佛啊！《华严经》上世尊讲了多少次了？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现在为什么不是佛呢？你有三种重障，重大的障碍，把它障碍住了。障碍住了，你还是佛，你是变了形的佛。你现在变成六道众生了吗？你变了形吗？只要你把这三种障碍放下，你就恢复原来的样子了。那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报身如来，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具足圆满智慧等等，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是谁呢？就是你自己啊！所以佛告诉我，你放下执着，不再执着，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都不执着。你就是佛法里面所说的阿罗汉，你就成了阿罗汉了。放下执着就是阿罗汉。你也证果了。证什么果呢？证的正觉。我们学佛第一个目标达到了，得到正觉了。得正觉的时候，六道就没有了，超越六道轮回。你到哪里去了？你到四圣法界去了，声闻圆觉菩萨佛，你到这个层次去了。这个层次的人通通没有执着，有分别。分别是尘沙烦恼，尘沙是形容，这个分别的念头太多太多了，无量无边，像尘沙一样，
分别心啊。如果你把分别断掉了，起心动念也放下了，啊，你证得了更高的一个果位，菩萨，啊，你成菩萨了。菩萨证得的叫正等正觉。啊，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再起心动念了，你就证得无上正等正觉，你成佛了，你本来成佛，你回到自己本来面目了。自信本具的佛德身现前了。啊，这个身是什么？这个身是圆满的宇宙发生啊。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发生。我们在华严经前面念过的啊，一心一智慧立无为也然啊，这是经文上的句子啊，所以当下就是啊，那么一切众生在这个世间，特别是在六道，受用不相同啊。这个受用不相同呢，我们说业报不相同。业报从果上说的，如果从因上说的呢，它造作不相同。啊，它造作的有净业，有染业，有善业，有恶业，不一样。所以把自性本具的福德扭曲了。啊，是这么一回事情啊，扭曲是暂时啊，念头一回转，境界也就改变了，境随心转我们如果真正明白这个道理，那肯定你跟诸佛菩萨一样你会普世法界一切众生啊，这就是这个很像中国一句成语所说的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啊，你会跟一切大众非常关心一切大众。啊，与一切大众共存。啊，共祸福。啊，这也就说明了菩萨为什么要普度一切众生。啊，因为一切众生跟他确确实实是一体，啊，一个法身，这叫福德身。啊，下面第九呢，讲的法身，
法是万法，是一切法。什么时候觉悟了？哦呦，一切法是自己，万法是自己。啊，变法界、虚空界就是一个自己。这叫真的发生。啊，我们看看佛经上为我们说明的如来法性真常，湛然清净周边法界。经云：佛以法为身，清净如虚空，名法身。啊，如来法性这句话，你一定要牢牢地记住，就是自己的本性。啊，如来法性就是自己的本性。啊，如来是自性。我们中国老祖宗告诉我们，本性本善。啊，人之初性本善。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这个善是形容词。啊，它没有丝毫欠缺，用一个善字来赞叹它，来形容它。啊，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它是永恒存在的。就真常啊，常就是永恒。它不生不灭。啊，所以叫常住真心。啊，法性啊也叫做常住真心。中国禅宗常说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就是说这种事情。这是真的我啊，这不是假的啊。啊，这个身是假的，不是真我啊。这个会思想的，打妄想的，会分别执着，这个也不是我。啊，这个东西是八十五十一心所，不是我。那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那就是真的把我见到了。啊，他见到的我，他说出来了。他说出了我，也就是我自己的我。那跟他是一个，不是两个。啊，你看他说他见到的我，啊，我是什么样子？本自清净。像此地讲的湛然清净周边法界，它本来是这样的。啊，从来没有丝毫染污。这是真的。本不生灭，本无动摇，他心是定的。
从来没动过。啊，本自具足，能生万法，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现象，是他变现。啊，他能现，能生，能变，但是所生的、所现的、所变的都不是真的。那么佛法讲真妄，它有个定义，什么叫真的？永恒不变叫真的，凡是会变的就是假的。啊，你看看我们这个世间，动物，人是动物，动物有生老病死，这会变的。啊，植物，植物有生住一灭，也会变。啊，矿物，这地球，啊，我们看太空当中的星系，有沉住坏空。啊，那么诸位想一想，我们六根接触到的这外面境界，哪一样东西是永恒不变？你就找你所看到的、所听到的啊，甚至于你所想到的，没有一样不变的啊。我们今天能见的眼，能听的耳，能嗅的鼻，能尝的舌，也在变啊，无常啊！啊，所对的色声香味还是无常，没有一样是永恒的，那就是没有一样是真的。所以世尊在经上做了一个总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那虚妄的相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看电视这个画面一样啊，这个像是幻象啊，哎，我们可以欣赏，不能执着啊。为什么不能执？刹那变化，你怎么知道的啊？所以你要是会啊，宗门祖师勘验学生常常说你会不？如果真的会呀，天天看电视就是修无上大乘法。为什么呢？会开悟啊。啊，电视里面是什么东西？电视里面就是十法界，一真庄严。啊，你看得清清楚楚，寥寥分明，这个东西是空的，啊，是幻有，不是真有。你对他绝对不会起控制、占有这种念头，啊，不会在这个里面起贪嗔痴慢。你看，这不就是在学佛吗？然后你把这个电视荧幕一落实到我们现实的这个境界里面，你在这个境界里头接触一切人事物，可以尽情享受。不起贪嗔痴慢啊，你就会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不起心不动念，佛了。
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那你是菩萨了。哪个地方不是道场啊？啊，会的人没有一个地方不是道场，没有一桩事情啊，不是在修真正解脱啊，真实的解脱。啊，为什么你会做六道凡夫？为什么你会搞得这么可怜？啊，你就是忘掉了这事实真相了。你以为他真有吗？啊，你不知道佛在经上常说的，真空不空，妙有非有。啊，设法界一真庄严这些现象是妙有非有。啊，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跟那个电影电视里现象的时候没有两样，同一个道理。啊，弥勒菩萨所说的，说得好。念念成形，形皆有实。这话说得多好。啊，这是把这个现象啊说破了。啊，这现象怎么来的？念头来的，念头一个接一个，一个接，它永远不断。啊，就像你的放在电荧幕上放电视一样，放这个电影一样，啊，正在继续放，不断了。啊，人到死了，他也没断。啊，他还继续现另外一种一个空间维持的现象。啊，他跑那边去了，并不是就断了。啊，会不会断呢？永远不会断。啊，没有断的道理，连成佛也不断。啊，佛跟众生的差别就是佛对这个现象的真相啊，这是完全明了啊。啊，凡夫对这种真相是完全不了解。啊，误以为是真实。啊，在这个里面造业受报。啊，所以佛看得很清楚，感叹这些人。迷惑颠倒啊，那叫可怜明者，他真可怜。如果真有这个事情，那不可以说可怜的，啊，根本没有啊，是一场误会啊，啊，是一场噩梦啊，啊，永嘉讲得好啊，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啊，我们在华严观里面祖师把这个宇宙人生真相用最简单的方法为我们说服，我们看清楚，我们听明白了，啊，真的清楚明白了，就得受用。可是我们依旧啊，不得受用，啊，什么原因呢？没有真明白。好像是明白了，啊，可是经本一放下了，马上就迷了，又回归到迷位，啊，这什么原因？
习气太重，不能说你不清楚。为什么你明知故犯？习气太重啊！那要怎么办？要回头，要你自己回头，任何人都不能够帮助。佛菩萨大慈大悲也无法帮助啊，那佛菩萨慈悲就是不断给你重述，一遍一遍的重复啊。佛菩萨除这个办法之外，其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什么时候你真的觉悟，真的觉悟放下啊，那真就没有放下，没有真就啊，这是佛法修学绝对的标准啊，所以还原观好啊，步步的这个小册子是华严经的精髓，是大方广的浓缩啊。首先叫你慢慢去体会一个自信清净圆明体，就是真如本性啊，就是大经上讲的法性啊，佛性、自信、本性，名词很多，说的都是一桩事情。为什么说这么多名词？叫你不要执着啊！你只要懂得这个意思，怎么说都可以啊。执着呢，就错了，你就迷了；放下执着了，你悟了啊，不再执着了。执着真放下了，你就得三遍你真放下了啊。这三遍第一个周边法界，第二个出生无尽，第三个包含空有。你说那都是在啊，这个三遍用现在的话是高等哲学，高等的科学啊。周遍法界，我们从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念头才一起，就周遍法界了。这个速度绝对不是光速电磁波能够比喻的，那差太远了啊。天文学家告诉我，距离我们圆的星球啊，有达亿万光年，它那放的光，它光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啊，亿万年才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才看到啊。那这个星球
我们今天看星星，亿万年前，现在在不在不晓得。但是我们这个念头才一动，马上就周边法界。那光的速度跟我们这个心念那个波动的速度的时候，那不能相比啊。所以我们起心动念呢，上与诸佛如来感同，下与一切众生也感同。诸佛菩萨感明显，众生的感不明显，为什么呢？众生有烦恼，有业障。我们这个起心动念他感不到，如果我们心清净的话呢，就能感到。众生的业障那个念头啊，善不善念头呢，我们也都能感应到。周边法界真的不是假的。出生无尽，我们用万化通作比喻。为什么它会出生呢？动了。我们这个万化通，我们用它来做道具。你只要动，转动，里面的现象，这个图案千变万化。找不到两个相同的。我们自信出生无尽的道理跟这个是一样的。现象也很相似。那你就相信了。你看到万花筒你就相信了。出生无尽。这个无尽就是我们讲的十法界一真庄严。是我们心。起心动念，这个念头波动，它显得像。第三个叫包含周边，包含空有啊，包含空有，空有就把这个。宇宙之间全部都包括了。这个讲在心量上。你看你的心量本来是这么大。包空包有。佛经上常讲的心包太虚。心包太虚不就是包空吗？量周沙界那不就含有吗？所有一切有为法不出你的心量啊。你的心量多么伟大了。现在看这个人不能容他。看这桩事情不高兴。怎么心量会变成这么小？迷了。与一切法上起了严重的分别执着。这个严重的执着就是坚固的轮回。你为什么出不了轮回？轮回从哪里来的？是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所以执着一没有了，轮回就没有。轮回的现象，轮回里面的受用，你自己变现，自己去享受。你善念呢？那你变现三善道享受。你的恶念，贪嗔痴慢、嫉妒障碍，那变现的是三恶道的受用，自作自受。不是别人造成的。与哪一个都不相干。
这个道理佛说的的确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事实真相。佛在经上所说的一切，最了不起的，那就是他叫我们去证实，不是说信了他，事情就完了，信了他的问题不能解决，就是佛说的，佛的言语是真诚的，绝对没有妄语，我相信你一点用都没有，不能解决问题。要怎样解决问题呢？叫为证方知。你如何去证实？那你真的是用？怎么个证实法呢？放下了，放下妄想分别之处。我常常劝勉同学们，学佛从哪里开始啊？从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放下贪嗔痴慢。我讲这十六个字，这十六个字是什么？十六个字是帮助你到门口，没进门。